家好，我叫彩璇，我身高168。大家好，我叫彩璇，我身高168公分，体重48公斤，就读明传大学新闻学系4年级。我最喜欢看《海贼王》，我最喜欢里面的佛朗基，因为他的碗会尖尖的，而且他会一直做一个这个动作，是内裤。内裤啊。就他一些。性感长腿吧，因为我蛮喜欢男生小腿，就是蛮匀称，很好看的，就是但毛不能太多，会有点恶心。周慧敏吧，因为她以前那个机车后面那个挡泥板好像都是她，感觉她就是那时候当代最正的玉女。阿 Ken 吧，至少不矮也不胖，又有高学历，感觉好像比较跟你聊一些就是比较有话题的东西。我觉得他长得也不是很差啦，这样就这样。